山上冷，吃不着什么好酒。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 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赢。天地大。 换了你来，让我试试。
我不同。人心一念，天地皆知。从前种种，亦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亦如今日生。小猴子，让我看看能走多远。生死路，你让我实现这般身脉，那天命该休了。谁也没胆子破这天。是真难灭，假意除。既寻到此地，见解真本事。今日不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
法相吧。先与他们操练操练。
且帮你，便帮到底吧。
此时间，报仇吧！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已经有亲了。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望如来方便，把孙悟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师圣旨，这不还俗？王冠，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我小心得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，你看看。